但很遗憾，小白总因为飙车，驾照啊被吊销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是你们瑞风的车出了问题。我陈墨白就算在赛场上超一万次车，也不会在赛道外飙一次车。有人信就说，你看，没人信你。我信。所以按照你的理论，如果是车有故障，小白总还能没事的几率是1/1000，那就是他故意飙车的几率是99.99%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怎么这么懂车？我不懂车，我讲的是物理和数学。晚上一起吃个饭呗，聊聊数学。不用了，这个时间我要回去浇水。你这机器人还养花啊？没养花，养氯化钠晶体。一会儿验车结果就出来了，我想和你一起等着结果，看看我自己是不是你算出来的1/1000。没查出问题。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补充技术报告，有新的发现。我们决定对于陈墨白吊销赛照的决定予以撤销。那我再有一个窗口可以吧？我都知道了，别否认了。怎么这么大鱼缸就一条鱼啊？这是狮子鱼，也有人叫它害群之鱼。虽然长得漂亮，但是有剧毒，这样的鱼只能不惧。你一条鱼在里面孤不孤单啊？可以找点爱好啊，比如做做数学题，养养奇怪的晶体什么的。别老一个人待着，把一条鱼待着，是吧？你明明很懂赛车，但非说自己不喜欢赛车。赛车太快了，我现在只想做个很慢的人。10秒钟定律，只要两个人对视10秒，就知道彼此在对方的心里是什么位置。你看吧，我都没想，是你想。这就是那个氯化钠晶体吗？偶尔可以给生活按个加速键。你为什么留了一盆绿豆芽给我？你每天看着那个不变的晶体，当然会觉得时间停滞了。就多看看那个绿豆芽，你看它每天长出来那一大截，才是生命的节奏呢。带车陪你等车，怎么多了一条？我在网上一查，人家说这个海洋馆接受捐赠，说捐赠者会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可以给他俩取名字。这条多恐怖啊，一直在动，好像对什么都很好奇一样，干什么也都很着急。你看这条连动都不愿意动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阿快阿慢是不是很抓得住精髓？你这膝盖咋了？我家那路灯坏了，没看清，不小心摔过。有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
很感动吧，感动的都说不出话来。你线路有接好吗？这里的电路没有保险丝，如果短路的话很容易引发火灾。沈七，我辛辛苦苦给你准备这个礼物，这个惊喜，你就是这种反应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你还会开玩笑呢？跟你学的。陈墨白，谢谢你。